为什么 我最近会在介绍美白霜？因为其实我个人是欧巴 day，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怎么会这么不可思议，就是可以白这么快。我觉得当然就是用对产品啊。今天要介绍这个 Sonoco 日本爱马仕级的美白霜。Sonoco 这个美白霜呢，它是化妆水、精华液、乳液加乳霜的 All in One， 只要擦这一罐呢，它就可以净化你的肤质，净化你的白度和亮度，含有活性纯天然植物性的萃取物，成分有非常多：蔗糖角鲨烷、雏菊花萃取、银多尔糖、海藻糖萃取、百里香萃取、蜂皇乳萃取，减少我们皮肤的皱纹；鸳鸯花根提萃取是抑制我们皮肤黑色素的。看一下它的质地，现在这个乳霜放在这边的时候，它是不会蒸发和流失掉的，所以你就知道它的保湿能力有多好。换季型的美白霜，在你换季当中擦起来是舒服的。测一下，看它现在洗完皮肤的保水度是多少，然后我们擦完的保水度是多少。来这里，38、26，擦起来非常的舒服，没有太多的香精味哦。擦完的时候呢，皮肤的亮度依然存在着，就很快去吸收。它分子钉非常的细，它皮肤的水润度非常的够。来再测一次，55、57，而且现在完全不会有那种紧绷，然后湿湿的感觉，不会。常常觉得，你看，来，完完全全不会有那种黏黏的感觉。它弄完可以直接化妆，妆容非常服帖，完全不会起屑。像这样的保养品，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擦手肘，然后还有脖子这边，清爽型的，很舒服。那它慢慢干的时候，它就会有那种，你懂吗？保水度，然后让我皮肤还是有那种滑滑的感觉。它真的非常厉害，我们用了，我觉得我只能用两个字形容，就是赞叹。